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我是爱心小爱，照明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和新朋友吃云南过桥米线，上。嘿，少星，看你的。少星，怎么好像不在状态？午饭没有吃饱，还没吃惯云南这边的口味。那你来我家吃饭吧，让我爸爸做适合你吃的过桥米线，可好吃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爸爸，我们班上来了位新同学，我想请他尝尝您做的过桥米线。好啊，热情好客就是我们家的优良传统啊。对了，他是从广东来的，我们不如在过桥米线里加一道他家乡的食材。你这个想法很棒啊，但用什么食材呢？我没去过广东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可以请超级飞侠帮忙。早上好呀，安琪，今天要去哪里呢？一个叫小易的男孩顶了包裹，他就住在中国云南的昆明。云南昆明，景色可漂亮了。没错，那里气候宜人，四季如春。昆明还有个叫滇池的大型湖泊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海鸥来过冬呢。哇，我都等不及要再去一次了。很好，乐迪，准备升空。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小易，这是你的包裹。你好，乐迪。你们好。嘿，是广东叉烧，加入过桥米线里，绍兴肯定喜欢。过桥米线，这是一种食物吗？米线会自己过桥？嘿嘿，米线不会自己过桥哦。我爸爸说，这名字好像和一个家庭故事有关。是什么样的家庭故事呢？哈，我的超级知识光球肯定知道。超级知识光球？嘿，只要向他提问，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回答。超级知识光球，你知道过桥米线的故事吗？乐意为你解答。空间动态投屏。传说在云南蒙自这个地方有位秀才，秀才就是以前优秀的读书人，他经常去一座湖心亭中读书，他的妻子每天都会给他送饭菜，但秀才读书实在太投入了，等他想起吃饭时，饭菜都凉了。于是秀才的妻子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米线做法，
他将熬煮好的鸡汤送到湖心亭。等秀才看完书要吃饭时，他发现鸡汤竟然还是烫手的。原来鸡汤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鸡油，鸡油把热量都封存在汤内。这时只要将米线、蔬菜、肉片等放到热鸡汤中烫熟，秀才就能吃到热乎的饭菜了。因为秀才的妻子每次带米线到湖心亭都要经过一座桥，所以大家就把这道美食取名为过桥米线了。原来过桥米线是这样来的，这妻子好聪明，这些就是做过桥米线的食材。对呀，鸡汤准备好了，广东叉烧也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差米线了。买的米线放哪儿了？爸爸，不是您去买米线了吗？我还以为妈妈去买了呢。我还以为爸爸会去买米线。那家老字号的米线每天都很多人光顾，这个时候米线快要卖光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赶不及去买米线了。别担心，我和你一起去买，我可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，一定能赶上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乐迪。我们出发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来，这是最后一份米线了，幸好赶得及。小心点儿，最近那些顽皮的海鸥经常来抢米线，你可得拿好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得注意点。
苦你喽。再来，计划很顺利，苦飞真帅，很好，下一个，接着看这里，这是最后一块了。想到这个办法，我们才能顺利拿回米线。小意思，想点子我最拿手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嗯。哇！孩子们，这就是云南的过桥米线。嗯，绍兴，我给你准备了一样特别的食材。哦。哇，是我最爱吃的广东叉烧。希望你可以在我们云南吃到家乡的味道。哦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哇，太好吃了。我想我开始喜欢上云南了，我还想再吃几块叉烧。叉烧都是你的了。耶、yeah, ！任务完成了。嗯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乐迪、酷飞，谢谢你们。再见。勇闯天下，超级飞侠。